求算不算登场的是好声音张伟，他将对上卓一峰演唱《死了都要爱》。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，一分一秒都没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死了都要爱，不理历尽之不痛快，感情多深只有这感觉就他这个是百战沙场了，唱得太好了，唱很有感觉。来，我觉得真的，我真的要说你真的唱得很好。可是呢，我没有看到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会给我一个感受，就是你要唱到，就是你把你最软弱的地方都愿意拿出来，因为那才是第二拍第三根哦，软肋，那是软肋。哎，又讲到这一根。对，我能体会这种感觉，因为我跟信是好朋友，他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都已经撕心裂肺了。每一次演唱都是这样，他不会那个保留，轻松让他过去这样。每次唱戏就要撕。那像张伟有没有？他唱这个歌，我那么了解，你一天能唱几首？几首？哎，能唱几遍？我觉得今天大家听不到第二遍了，扣打油，对对对，太难了，这首歌真的是太难了，对，不可能，他唱得很轻松啊。没有，我讲真心话，因为他们这个声音用得太凶了。哦，对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日发千语必有伤。哦，没错。但是呢，哎，怎么样？对吧？现在笑什么？怎么样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我讲这个中医讲的话，日发千语必有伤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你知道，钟先生，因为我担任评审相当多年的时间了，我怎么会在此时此刻有一种花？花瓶的感觉，我觉得你他拉的比我们他好太多了，不好意思，还没轮到这边嘛，还没轮到，对呀，对呀，我还是要讲的，当然要讲啊，开玩笑，你的话是奉为圭臬，OK， 来，很棒，张伟，这个是很能够凸显内地的孩子们的一些唱法，就是所谓的大嗓门，这个草原，这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我觉得今天来的几位好声音都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，很感动。我觉得这个去年之所以这么好看呢，我觉得你们几位真的功不可没，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听你们的表演，真的是哇，我有你，来，我这个高音他也是铁肺歌王啊，开玩笑。我很赞成娃娃说的，其实我们听信唱歌啊，我们不是听他的音有多高，
我们是听他在高音的时候的那个撕裂的情感。哦，撕裂伤啊，撕裂伤。所以刚才张伟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啊，我感觉你就是想办法在一个安全地带里面完成这首歌。对，可不可以请启贤哥来一句示范一下？对啊，来一下。刚才他唱什么 key？ 这个 key 就这个。G 麦啊，那就 G 麦吧。哦，哎呦，哇靠！启贤哥，哇，很可怕。撕裂。观看的媒体的报道，11月24号演唱会可能吴启贤先生喉咙受伤，没有办法，可能会延期。叫人家唱。接着登场的是卓一峰，他将演唱《勾虾那样》对抗张伟。我杀了娘娘，我的师妹恰恰。几个罗雀压到效果器。是有没有看到旧瓶装新酒，他还能喝出新滋味儿，这个新火花真的是不容易。来来来，刚听那你也可以讲一讲。天哪 ，OK。哎，虽然听不懂，但我知道这里一定有掌声。哦，是，来来来，特别棒。这边老师来来，我觉得好享受哎，都忘记了是在比赛。好享受，是是是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整个的从头到尾，我觉得立刻从第一个音开始把我们抓住他的情绪。对对。哎呀。
我们都被你唱到魂里面去了。谢谢贤哥。这个因为你自己没有把歌曲当作一回事的时候，你自己也在享受这首歌的时候，是最自然的时候。Enjoy， 很 Enjoy， 对。哎呦，好想听启贤哥唱一下。对啊，来，巨高音的，是对，能比他们高的不多了。有没有办法合作一个？对，我考虑一下，针尖对麦，不是你啦，不是我的，我来选一首歌，什么什么？赵传也是高音的，是，我们不如选一首赵传的，好，好吧，赵传的最高音那，该不会是那一首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他们男生哦，有时候什么歌都唱，就那首歌不唱，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哪一首？你讲哪一首？我是一只小小鸟。small bird 一下。好，来就来一下好不好？让我们再来撼动一下好不好？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来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？你在飙车的声音啊，太舒服了。凭他们这个哦，这个算是层层叠叠，对，他感觉起来蜿蜒上山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好像感觉这个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又上去了。那个后面拉转速的时候太漂亮了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他们两位太好听了，享受吗？黄泉就不要了，享受吗？听舒服吗？舒服，舒服，太舒服了，好吧。今天感谢你们，好吧，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。喂，多在一起练歌，多在一起练歌，好吧？哎，先回包座坐，谢谢，谢谢卓一峰，谢谢他们。